真果粒，真果粒，开始推理吧，开始推理吧。这是真茶真果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的《开始推理吧》的邀请，请回答以下问题：推理大楼中设置了十个悬疑案件，等待你揭晓真相，请预判自己的正确率。正确率我觉得怎么都在90%以上吧，因为我起码看过好多，就是所有的案件的流程都大同小异。100%哟。如果您没有达到100%，如果没有达到100%，我后悔了。做人呢，就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，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啊。60%。如果您在推理中没有达到60%的正确率，您会吗？我就连吃3碗面。不是对就是错，那么正确率应该是50%。五五开吧。我能不能自信一点？不能。都没有50%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做5个俯卧撑，可以吧？如果队友给力一点的话，我觉得70-80%没有问题吧。如果这10个案件我破不了6个，我下一季还来啊！我下一季还来，我争取下一季能破6个。正确率50-50开吧。如果我错了，就说明这个案子不合理。我准备好了，开始推理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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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么大，这狗这么大。大妹，大妹，来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，嗯，来，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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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妹，来坐，坐。坐，坐，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小妹来坐，坐，好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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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摔了。好大一只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他叫什么？多少？他是湿的。好，我在。哇塞！今天穿成唐三。Cool. 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豆豆大陆，我也看一些年轻人的动画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敢告诉你啊。哎，一会儿再说呢。好无趣啊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，周老师？不告诉你。你怎么？你也不是。哇，这么可爱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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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哎，你们俩都带着小宝宝，胸前都有了。我的好朋友，他叫周表表。没错，我叫周表表，我是和周可可一起做的第一锅巧克力。哎呀，你的狗啊，是，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大麦。握手。哇，但他手上好多。还给他，还给他，你真乖。咱们不理他。
好，给他搂，给他搂倒。我跳下去，跳下去。我原来是第一集第一个死的人。证据找到，被狗累死。来，过来，别给人衣服弄脏了。看那个照片，我没有认出来任何一个人。腾中腾中介的，不是这个，好像是李雪琴。啊。不是，你看这个了吗？你看这个太小了，你看这个，特别离谱。小郭，这个人是李雪琴吗？是雪琴。这是雪琴。梁永祥、周友良，你们这是我们同事。同事，哎呦，来了。你们俩在这儿干啥呢？没有。你怎么溜溜达达就来了？哎嗨哎，哦，舒服前进。这里边好热，好暖啊。我里边穿了个羽绒服。一样，我穿了秋衣呢，秋裤都穿的。我也穿着秋裤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这是什么呀？巧克力。哦，这是你假的。不是，我说这是你做的吗？就为了单纯的为了可爱。单纯为了可爱。所以你的职业是？我的职业是做手，就开手工店的。这些都是我自己做。你看看我这个跳。我在旁边站。给你配个那个音乐，你把手举起来摇是吗？你是什么职业？无业。我能是无业吗？我是作家，天天在家码字儿了，所以穿的你看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像个作家，写的东西应该不是什么能看的。你也不像那个，怎么不能看？那个就不用说，那一看就是个代打。穿上这一身有 buff。你们知道他今天穿成唐三吗？什么叫？好的，斗罗大陆。好的。就是像我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。哎，沈腾老师，哎，腾哥 ，Hello 啊，坐一会儿，老师，没事，我不坐。哎呦，这金毛真大，我天，太聪明了，金毛。终于累了，可怕呀了。那小何去带他们去看个房吧，没问题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那走吧，我们带大家看一看这个三楼的观景台，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大海。哇，走，大家请进吧。哎呦，这个寻猫启事，好可爱啊！有人看见公寓的小猫吗？来，到了。外面很冷，大家还是穿个外套吧。好。哎呦，大家感受到了吗？这个风的热情啊！这回大个向前走。来，我们不行。大家手搭着手啊，往前来。这个海景。好，这个风。哎，这个海景。早说这，我就不服做发型了。哇，我的头发。哎呦，发型白做了。来，大家往这边走啊。好，小心！这干嘛呢？还以为打羽毛球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员工。这边能看到海啊。哦，这么棒。因为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。哦。我觉得大家有必要来一下。因为不管是不是在这边的住户呢，都会来这边。很酷。我给大家拍张照，留个念。行，上去吧。来，老板，为什么？我小心，我也怼了一下。不是，怎么还有我撞得到的地方？三二一，十一号越狱，我们来啦！好，很好。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看房间。走。四楼到了，四楼是留下来。客户库，看看门上应该有名牌吧。这是我的。你的406，好，那你请进。哦，401。哎，这是我家了。六楼到了。我六。我也是。六楼是漂亮，三碗锅包肉。我608。好，这是我。哇，你的舞好好啊。
哇，我的房间该说不说真的很漂亮。觉得是我喜欢的巧克力工厂的样子，然后所有都是有巧克力的元素，而且是唯一一个豪华海景房。怎么还小霸王呢？这不是属于我年代的玩具啊，小霸王。找件什么衣服换？假发。裹个毯子吧。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东西，它有一些老的唱片，都是腾中介给我准备的碟吗？这都是这么 old school 吗？比较温馨比较舒适的一个小房间。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玩具。哎，钢铁侠也有这个玩具，我可以带走吗？这个请问导演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带回家？哎，这个房间的玩具都好棒啊！看看自己的房间，挺符合我个人的爱好的，有关摩托车啊、陈设啊、还有露营啊这些东西。因为之前有部电影《查理的巧克力工厂》，我就希望自己能够跟里面的小查理一样幸运，我就希望有拥有一个这样的房间，就你感觉你在这个房间里所有大人的烦恼都不会有，然后一定要有看电视的东西。电视哦，假的哦。哇，有电热毯。笑死，没插电。哦，这有。哇，它真的可以加热。看来是可以的。到我房间之后，看到整个这个极简呀，哈，显得我这个文化人的这个气息啊，这都扑面而来，还是挺好的啊，很满意。就感觉是我梦想的一个房子，自己也比较喜欢稍微简约啊，然后森系一点的这种搭配，就觉得还挺温馨的。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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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所以我房间是没有睡觉的地方吗？好，啊，是不是累了？
作为一个宠物师，结果真的就给我装成一个可以放宠物的地方。今天还有准备给我准备了大狗，哇，真的是好开心。等会儿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好。第一名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你吃饭吗？吃啊，吃，就都有是吧？是58一份。行，好，那我给您就算。哎，怎么还短8块钱呀、啊？哎呀，您这没有8块钱，我们这没办法让您吃饭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那我得上哪？我上哪挣8块钱？您等会儿啊。你们这屋里藏不藏钱啊？这儿应该没有。这不都有吗？成了。哎呀，这行啊，这是你们饭不错呀、啊，伙食挺好、啊。这树科里头有钱没钱啊？这是啥？垃圾桶吗？48，我们今儿那个大抽宾一下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这个权限，我也只是吧，也是打工的，也不容易。那你借我8块钱。哎，我这也没带呀、啊、我这啥也没有啊。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用心准备的食堂。哎，我闻到饭香味了。哎，闻到了吗？闻到了，米饭的味道。期待一下，我们准备了很多套餐。套餐啊？哎呦妈吓我一跳。有人已经到了。谁呀、啊、我都快饿了。哎呦，到挺快啊。都刷卡看看吧，他们这儿58一个人，欢迎。我这卡里就50，短8块钱我。那别吃了，结不上账。吃什么呀？哎，赊账的事。有点不礼貌。这是我们的食堂小哥啊，他姓石，石小哥。大家好，石哥好。各位好，这是我们的新住户是吗？对，这是我们今天刚入住的新住户。欢迎来我们餐厅。都到了吗？呀，没钱。就都不要自取其辱了，钱都没有。哎呀，彭中介连1块钱都没有，你咋混的，哥？腾哥，你没钱、啊？腾哥，您上个月在我这儿还欠了500。走，不吃了，找个时间给我结一下呗。4月1号，卤蛋5颗，生蚝1打。行啊，哥哥，每次都是卤蛋5颗是吧？这算什么？要解方程啊，搁这儿。我明天给结了，我把这个今天的也，我今天先把我那份给我刷了来。好饿，我不会吃不了吧？要么刷我的。哎，所以你的够是吗？我刚充。都是卤蛋。哇，你这里有500。小何为什么这么有钱？是小何有多少钱？500，你看一个工资1000，我拿500吃饭。那今天就小何请我们吃顿是不是？好，我请大家吃饭啊！谢谢何老板。哎，来，小何为什么这么有钱？哇，这个食堂餐不错呀！哇，这个是口水鸡是不是？看起来不错哦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看起来。对，香菜。这小炒黄牛一看贼下饭。对啊。大家吃饭都不想说话是吗？不盘本了。没想到这么难。没想到这么难。好绕啊。就哪怕最后我们给凶手投出来都未必能给他说得一清二楚。但本来都觉得是我们中间的人，但突然铮铮一出现，我觉得就是他。就是他。鸡那是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真真的那一面，他一定是很疲惫，不是刚补完妆，很精致，分明很精致。就是黑灯的时候挺吓人的，手电筒一打到他，哎，好看。结果被惊艳了，又被吓到，又被美到，就。没汤哈，有榛果粒，有榛果粒，有榛果粒啊！
刚才那个他在门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一眼，那个感觉我觉得他应该是冷酷的，嗯，是冷酷的，那个是温柔的，是温柔的，而且他穿的也就是我跟郭宝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红裙子，但我感觉刚才那个不太像是人，像是全息投影。嗯，自打内壳和外壳能转动以外，现在连投影都出来了呗。哦，那个内壳外壳不一定是房间在转，有可能是中间那个夹层在转。对，因为那是最方便转动的。在电梯口转不了啊？啊，那没意义，夹层转没有意义。那个夹层连着外面那个门啊？不，他都走的是啊，你说外面那门那三号是吧？那个门光转没用。因为我们你也十步你也是一拐弯就到了吗？没有，白三晚说的有用，因为他们每次进去都是外面灯亮的，所以是看着号码进去的。嗯，哦，所以号码一变亮他进的屋就不一样。一会儿我们上去推一推，上去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找一找。今天大家就是第一天入住啊，有没有什么感受啊？你让我们回屋了吗？我这没休息啊，我也筋疲力尽，我好不容易睡了两分钟就滴血了。你说这个屋能住吗？不，上面说的那个道具瓶子里倒出来的假血染料，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颜料，所以造成那么大面积？没错，没错。插一刀也只是为了骗别人。一遍死了之后插一刀，它 也会流血，但是流不了那么多吧？对，死掉之后可能会流的没有那么多，缓一点，黏糊的。而且死了心也没跳了，血就更少了。但那瓶确实倒了，确实倒了，推倒了。我们在这吃饭，就聊尸体，边聊边吃。你看如此坦荡。我觉得他死亡有可能是那种得病了，还是怎么怎么样？比如说我们病死跳楼干啥？我觉得跳楼那个不太像是跟这个跟这案件有关，应该不可能，应该是有关。我觉得应该是多少有关系。我觉得是有关的。我们当时不是看那个电视？没错，你们都会死，你们看到的都是真的。对。而且给我们那个提示像个链子一样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因为它是中间的链，它是中介，所以那个是我一定是谐音梗。所以我们推半天其实都不如那个环儿，在中间衔接的人就是中介。中介。我也很奇怪，我们一起看窗外只有我没看到。你真没看见吗？我真没看到。我都看见了。我真没看到。而且小何一直在下面，他居然看不见一个人摔下去。小石呢？小石吃饭去了。他的事儿淡了，我一会儿跟他说。说实话，确实有点淡，不老下饭。对啊，好下饭。嗯。耳朵也不行。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辽宁人。哪儿的人也不是说就是那一个城市整个耳朵都背了。你看我们白三晚一句话不说，你就是凶手吧？啊，是。他老承认。是你吗？是你呀。你这个逆来顺受的样子让我们很不适。你就是想再去找找证据。以证据以清白，也有可能你是帮凶。哦，对，又承认帮凶？你怎么那么爱承认、啊？我求你了，反抗哥哥，反抗！就咱们不能说假话，不能说假话。凶手可以说假话。对啊，你是凶手，你管我是不是？他开始找无赖了，开始找无赖。当凶手也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吧？我们就说他是，所以你是吗？不是。哦，他给了两个不同的答案，那他一定是。这个逻辑没问题吧？对，因为只有凶手可以说假话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大家吃好了不？可以要走了吗？好，那这边就我来收拾，大家就赶紧去吧。太感谢小何了。我就是彭总姐，
好。哥，你来吧。刚做的，给谁做的？什么时候做的？我不吃，我不，我不，我不吃。哎呀，嗨嗨嗨嗨！我这里啥也没有啊，就点花生瓜子，放两袋榨菜。真香。中介，我看他当中介之前是不是原来演小品的？是不是？哎，他跟踪你妹妹，哥，哥，你看，不是，我能解释，我能解，我能解，我能解，哎哎，我能解，不行，哎，你要开，哎我，这是你妹妹在控诉他。我妹妹坐过这张床吗？没有啊。你喜欢她吗？你真心喜欢过她吗？里面不会有我妹妹的照片吧？不会。视频呢？我不是。没有我妹妹的照片吧？全世界都爱你的妹妹。非常惊悚，非常惊悚。但在生活中，我本身是不怕走夜路的。对，我最害怕的是别人害怕。比如说这个周深，周深受到惊吓的时候，我哎呦哎哎哎哎哎呀！我都是这几次全身发麻，我都是被周深吓着的，并不是被那事件本身。真真，你喜欢的滕中介来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对不起，又是我吓的你。回回都是被你吓的。他太突然了。还香芋果粒，牛奶更美味。微信搜索"真果粒"，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，玩在一起。奥利奥，轻松破案没烦恼。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。十一号越狱，我们。锁定腾讯视频，每周四五六晚六点更新一集，会员抢先一周看。每周六晚六点看《开始推理吧》案件追踪，每周日晚六点看加更《十一号公寓》入住日记，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，每天刷刷刷，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《十一号公寓》。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，搜索《开始推理吧》，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！